南美洲智利首度举行国际热气球节，各种色彩缤纷、奇特造型的热气球充满整片天空，不少的民众也特地带着小孩前来凑热闹。新闻最后带你一起来欣赏，更多资讯请锁定中视新闻 YouTube 频道，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分享并开启小铃铛。感谢收看，我是李逸璇，祝您顺心，晚安，我们再会。